穿露肚装吃大餐，不用怕小腹突突 say hello， 拍照不用深呼吸，就吃这一条。先强调软化，再帮助运送，最后加速畅空，成分天然，所以都不会绞痛。只要靠它，早上吃，下午就像散了三天的分量，直接把体内多余顺畅排空。以前啊，常常出去玩又吃很多，体重啊都没有变化，而且身材还是维持得很好。现在呢，工作一忙起来，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，有时候吃饭只有五分钟，随便扒个几口就上工，饮食不均衡，又加上压力，所以我常常上厕所呢都卡在里面上不出来。最近啊，我被这一组望江南凤梨酵素纤维果冻给烧到，董哥啊、尾鱼还有祖祖都说顺畅到不行，所以呢，我立马下单，就是要给他试试看。阿牛维啊，真的不夸张哎，中午休息吃一条，晚上回到家立马想要上厕所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刚刚我的分量呢超出马桶的水位，真的有够臭的啦！谁知道原来卡了好多年的宿便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大出十年卡住的屎，真的非常的爽。吃完3到8个小时呢，就有感觉，这都要归功于里面的明星成分高浓凤梨酵素，可以软化成年堆积，还有13种益生菌可以改变菌虫生态，以及26种的蔬果萃取，满足一天所需的营养。先强调软化，再帮助运送，最后加速畅空，成分天然，所以都不会绞痛。我现在整个人看起来气色超好，皮肤自然呢也亮了一些。吃酵素纤维果冻，清空腹中垃圾，就靠这一条，因为吃了很有感才推荐给你。望江南凤梨酵素纤维果冻，清爽顺畅，穿露肚装吃大餐，不用怕小腹突突 say hello， 拍照不用深呼吸，就吃这一条。